噔噔，花田出来了。我哋而家咧准备咧行下街啦，终于呢次咧已经系第三次嚟台湾。之前嗰几次拍咗好多咧，完全组合唔到啊嗰件事，之后变咗垃圾摆咗埋仓底。希望咧今日咧去嘅地方咧，可以咧将成件事组合出嚟，整成一条片。這個就是今天的願望了。我們現在要等，是不是等地鐵？是的，這個是要等地鐵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但地鐵不是即刻有的，即是你下去地鐵站是真的要站在那裡等一陣，即是三分鐘、五分鐘、十分鐘不等，然後才有地鐵上，即是那個捷運才可以帶到你去你想要的地方。我們今天就近近地去一個近近地的傳統市場。傳統市場就是即係將街市啊、雜架攤啊、咩女人街啊嗰啲咁樣、深水埗啊啲全部撈埋一齊嗰啲啦，總之就係唔係商場啦，唉，我都唔知叫乜嘢啊。No one's stopping me now. I'm gonna skip my breaks. I'm gonna make a mistake. I just wanna feel. 喺呢度咧搭地鐵咧，都係咧有一張咧好似八達通咁嘅卡嘅，咁咧就叫做悠遊卡，或者好似叫 I Pass 定 U Pass 咁樣。咁但係咧，佢嘅感應咧係弱到咧，你擺銀包咧就已經 detect 唔到啦。咁咧試咗幾次之後咧，係嬲到咧呆滯，跟住咧我就咧去啦71咧，直接將嗰張卡買一張呆滯嘅卡，得唔得啊？呢一張係最細嘅，有好多款唔同嘅款嘅，有啲係鬆弛紅啊咁樣好靚嘅，但係咧嗰張嘢嘅大細咧仲大過本身張卡好幾倍嘅，可以大到咧成塊成個公仔面咁大個嘅。所以咧就揀一個求其最細咧，就淨係得呢只款，呢只咩卡迪娜小朋友動物咁啊，呢只雞就係最細嘅，所以就買咗呢只。咁我哋咧今日嘅目的地咧就係呢個嘅迪化街同埋呢個嘅。我哋咧今日嘅目的地咧就系呢个迪化街同埋呢个嘅永乐市场。咁咧迪化街咧就系咧卖，咁呢个迪化街咧就系卖布嘅，即系好似深水埗咁样。同埋咧永乐市场咧就系乜嘢都有啦，即系街市啊、杂货铺啊，同埋咧新年咧佢咧有时咧成条街咧都系会卖。年貨係啦，咁我哋咧啱啱咧已經行過咗幾間布行啦，咁布呢啲嘢咧就咁樣咯，你睇唔睇到啊 ？OK 啊，好啦，睇完布啦，食嘢好肚餓，而家12:00，但我都未食早餐，但又唔可以空肚食早餐喎。這裡賣西裝，看看 OK 的登台，你知道我這些巨星很多時候都有機會登台，買定套開門口 OK 的。那為我對抗世界的決定。好，那在這個捷運站北門站，是不是？是北門站，那呢行了，我估行了5分鐘左右就嚟到呢度啦，鮑魚喎。原來咧，我哋咧已經進入咗年貨大街啦。你睇下上面全部都係燈籠，有嘢食喎。我哋嚟到啦，睇下。呢度咧就係永樂市場啊！我有冇篤中啊？其實我冇得反望，不過應該中啩。咁咧隔離咧就係我哋要去嘅有嘢食嘅地方，正。1塊，一份係1塊喎。那這個是，這個是，
这个呢？芝麻花生海苔，你可以三个五十啊，嗯，三个五十，嗯嗯，三个五十块，多一个，嗯。由魚羹我食過，我一般，即係好似丸仔翅、冇咗翅嗰啲魚咯。要唔要食呢間咧？係孤獨的美食家喎、哦，我哋可以拍續集啊！嚟到台灣都。減るんだよな。有一集咧就係嗰個特別篇咧，就係講個主角咧嚟咗台灣噶。咁咧佢有我有睇過嘅嗰一集。咁佢就嚟食，即係扮路過呢度，咁跟住食啲好簡單嘅，咁食啲鹵肉飯啊嗰啲咁樣嘅。咁原來係呢間喎，正咯、啊。算啦，我都係唔問啦，我哋直接入去食啦。我哋咧睇嗰啲咁嘅片啊，信人哋啲廣告啊咁樣噶嘛，好似你哋睇埋曬啲。YouTuber 咁樣喺度去台灣啊，去日本啊，跟住信佢去食嘢，跟住中伏啊，咁都係咁嘅啫。我哋直接嚟啦。じゃあここでいいか。いいや。你睇下呢度，已經出咗呢個嘅五郎特餐啊！我哋直接嗌呢個啦，好唔好？好啦，要一份這個。肉片湯。對。還有什麼湯？魚丸湯、菜頭湯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這樣就好。哎，好。雞肉片湯要多。哦，これが台湾式屋台スタイルか。好啦，可以帮我打马赛克吗？可以。啊，冇羹添，几多筷子？呢个咧就系鸡肉便当啊，即系咩都有啲咁样啦。呢个咧就系肉，嗰啲咧切开一块块之后加嗰啲蒜蓉酱油嘅肉，咁跟住有两款菜，同埋白菜、鸡蛋。跟住呢個咧，就係超細碗嘅雞肉飯，開始啦。咁樣，食完$85酒飲料，黐脷筋$85，咁咧又唔係好平，又唔係好貴，其實度度都差唔多。佢個味咧都係啊，間間咧都好接近噶，即係呢啲家常，即係普遍咧成日食嘅嘢咧，佢哋咧間間咧嗰個質素咧都好接近嘅。不過咧，我覺得特別咧就係嗰個肉咧又係都係間間都係一樣嘅，但係咧。佢咧唔知點解咧係特別軟同埋特別滑嘅嗰個肉，唔知係咪個部分唔同咧？我都未研究過嗰個肉究竟係豬肉嘅邊一 part 嚟嘅。平時咧好少食到嗰個口感嘅。好乜味嘅，齋甜嘅啫。不過應該都好過紅豆嘅。佢呢度咧個牌寫住咧向前走87步就會去到呢一間鋪頭。你覺得以我嘅姚明嘅身高，87步揾唔揾到間嘢？如果揾到就幫佢買，揾唔到就。準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五六五
姚明只腳咁，我只腳長過姚明啦，即係嗰個人要有三米高先至可以霸出步行到過嚟咯。呢度認住佢啊！冇啊，做唔到個生意，計過曬啲步數，計過啲步數再嚟揾我啦。